脑里面。哦，没有放到网页上面去，没有，所以第一次曝光就对了。对，应该是我们很荣幸吧？很荣幸啊，好尴尬，观众比较。观众只会看到有遮掩的，可是我们这边的人看到的是全部。所以 Mini，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艺人的这个世界，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？其实我觉得还好啊。你说陈冠希那个吗？对对对。其实我觉得那没什么啊。我觉得最坏的是把他照片流出去。没错，我是啊，我觉得陈冠希没错。新招数哎，蛮厉害的。不要开枪，不要。好的啦。等一下，你有经过你男友同意吗？刚刚是要拍吗？不是，Mini，刚刚那张为什么比较模糊？因为有放到。所以那张也没有放到网页上面。都没有，不敢。那怎么可能放到网络？不能。可以吧？如果把脸马赛克的话。就不太好，我觉得。OK， 你不要装出人很好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今天秀在这边是更多人看到的。可是我同学就是同学有人 po 就是男生多P的照片，然后结果后来收到纯正信函呢，就被网络上的警察抓到，然后收到纯正信函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就是要上法院，然后他一直说就是要付5万块，还是要说去3个月，然后去比如说去打扫啊，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。是不是被称为是散布淫亵？对，可能就是这个，所以他这样放可以吗？就是网络上他没有放吗？他没放。那他只是在电视上面放。真的？这样子也很惨，会被那个，会被寄存进去。被逮捕，被抓走，被逮捕。那 Cherry 有不服气吗？就是你的尺度比 Mini 怎么样？应该更猛吧？有啊，一样厉害的吗？没有，有啦。可是对，就是不方便公开，我没有他这么大胆，真的，我还是害羞。对啊，好 ，Cherry， 你所以这是你的，对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拍的。所以你有研究过怎么拍可以看起来很有啊有怎么诀窍是什么？像躺着的话，你看这个角度就会看起来胸部很有沟啊。然后你要在相机前面放一个镜子，然后还要看自己有没有拍到全部的身体。对。Okay. 所以你这个有po在网络上吗？有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 OK 啊，那这样不就是立刻会那个点阅人数有哎，真的有。这会被人家。就是借去放在，比方说色情网站上有放有，都是朋友告诉我的。Mini， 你跟每一任男友都拍吗？一个而已。为什么之前的不拍呢？我就这一个交往快3年，对，所以我很放心。对，越是讲这种话的人越危险呢。他一直口口声声说我很放心他，而且你不怕说他给就是他其他朋友看或什么的吗？没想过是是。而且如果你们要吵架怎么办？那男生可能在家里想说他也还没分，可是已经被他把拿到电视上面了。我还正在诅咒那个男的。好，你这样手机不见怎么办啊？我手机不见。对啊，如果我手机没有那些照片。是在他的手机，在男生呢？在男生，然后我电脑也有。因为像我之前啊，就有朋友就是捡到别人的手机。然后发现里面有啊，影片，我们也常有这样子，影片下载，对，然后马上大家传着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而且最主要是也看得出来，那男生是谁，那女生是谁，只是他是素人不认识，不然随便一公开的话，其实他就红了。对，对，所以谢老师，这个手机里头的也是一样，没有办法删除吗？删除是可以，但是在某些条件下还是可以回复的。所以到底要怎么弄才会永远不被人家看到？现在新的笔型电脑哈，它的这个上面不是都有附那个指纹辨识吗？那你可以透过指纹辨识的方式，然后在你的硬碟里面 PE 区，就是那种加密的储存资料专区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些比较隐私的照片都放在这里面。那会一定要你的指纹才打得开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如果没有人，就是大家没有拥有那个指纹笔记电脑的普遍的人要怎么办？一般电脑的话。一般电脑的话，其实我的建议会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可能你的照片，就是存放在那种外接式的硬碟。
那要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接到电脑上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可是那个也会被偷走，对不对？也会掉。那就买个保险箱锁起来了。啊，也没那么重要啦。可是难道高手破解不了吗？指纹的事情。其实指纹哦，说穿了只是一个辨认你身份的方式。那实际上它保护的方法还是透过密码跟加密的方法来储存。那这种方式，储存会比较安全。可是如果又遇到电脑高手，不就也可以破解吗？这要看你加密要用多复杂的方式。那越复杂，它要破解的时间就越久。可是还是有一天。对，那但是可能要好几年以后。哇，所以这次普遍大家的态度，你们几位也都觉得就是。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嘛，就是偷照片的人，偷照片的人最轻者还是那个偷窃照片的人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把这批照片称之为营造也很过分的，因为、啊、因为不是他拿出来卖钱的东西 啊，是他们的亲密照啊。对啊，这个你看你觉得很淫，但是你偷看人家的东西 啊，你怎么可以做贼还很那个抓贼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有不高兴吗？就讲得很有道理，不应该这样子。是，所以那个拍这个东西的时候，Mini， 你拍的时候会讲求什么灯光这些东西吗？不会，就是只要脱光就好。角度好就好。有没有说是看到哪一种灯光就觉得一定要自拍？黄色灯光，什么意思？我超爱拍黄，就像这种灯光，还有那个化妆，所以你来我们摄影棚后一直很想拍照吗？那个化妆间的那个镜子旁边不是有很多灯？那个可以拍，一次可以拍好几百。所以像那个便利商店那种白灯不行，百货公司会一直拍。对，那个是什么角度啊？胸部吧。这个是 mini 吗？是我。这个有，我看得到比基尼的上半身。那脚是打开的吗？没有，是小熊在吃奶。熊在吃奶啊！是在我房间，然后我就心血来潮拍一下。那你的照片，你的那些比较尺度比较不那么放宽的照片放到网络上之后，有人会来跟你表示好感吗？有，很恶心，就是说什么要买我的穿过袜子啊，什么内衣裤，然后还有人寄信给我说什么，我现在正看着你的照片、啊。所以有让你就是想说不要再放那么性感的照片。我网络上其实性感的都拿掉了。可是买袜子还好啊，还是很恶心，可以赚一笔。有时候要包养，可是我真的骗人。对啊，你们会有兴趣拍别人吗？还是说就是一直要拍自己？会啊，会拍别人，会拍别人。姐妹在一起也会拍，像我跟她就是姐妹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两个会鼓励说两个人都不要穿衣服拍照吗？有那个机会的话不会排斥啊。可是照片出来应该还是在看自己吧？对，第一眼就是。所以像这边的这些女生，你们会想要跟谁一起拍？全部都想要。真的，包括伟如吗？他们都很正啊。干嘛这样？我有脸啊，至少我脸没有胸部可以露脸吧？你会想跟陈汉典拍全裸的吗？全裸，不太好吧？全裸就不太好。汉典啊，怎么样？这一批照片你看了吧？哪一批？这一批我看了。不是，新闻里面那一批照片。有了，有。你怎么可以看呢？对啊。没有，就是这是不对的事啊。杂志不是都有吗？对不对？你刚刚还责备人家偷东西出来放，你还看啊？看杂志也不会说怎么样嘛。所以没有从网络上看是不是？不会啦，是不至于到这样子啦。真的吗？有人想跟你会看吗？少来少来，承认。